大家好，我今日会为大家介绍一款电脑嘅访谈活动系统，叫做 Jessica 即时加系统。咁而家就等我介绍呢一个 Jessica 即时加系统俾大家睇啦。呢一个系统非常容易使用，第一个步骤就系输入电邮同埋密码，然后登入，然后揿新增访谈活动，并且填相关嘅资料。再加入访客活动，再选择会议，并按寄出选择的 QR code。在这个时候，访客的电邮和手机都会同时收到信息。在手机信息上面登入 QR code 连结，会显示到相关的会议内容。访客需要在电邮或者手机上面选择出席或者不出席。邀请人会根据访客的回复收到出不出席的选择。当选择出席的访客到达会议地点，接待处就会有专用的手机扫描访客的 QR code， 确认访客资料。接待处按确定到访之后，就会自动寄出信息提醒邀请人。邀请人会同时收到电邮和手机信息，提醒访客已经到达了。这个 Jessica 即时加系统就是这样用的了，好方便呢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system 啦，拜拜。